全明星观察中第二季即将登场啦。这次除了有旅美职棒选手郭宏志加入之外，邱胜翊和邱宇辰也兄弟合体。不过听说在节目中吵架根本是日常。我们会小斗嘴一下，但没有、我们已经过那个会爆炸吵架的年纪了。如果可能再往前推个10年再来参加这节目的话，哇，那应该有太多东西不能播了，而且会被骂得很莫名其妙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吃夜市，我就吃牛排，最后我真的吃不下，弱哎。不要说吃不下有什么好弱的，赶快吃完啊！吃不完怎么那么弱、啊？我觉得真的，他们两个刚好反差，一个是开高走低，一个是渐入佳境。我这个形容真的。但是实力相当，因为两个人都两座 MVP 吧。没有，但是我还是要替王宇说啊，因为他受伤了很长一段3周的时间，脚踝，当然就是会怕再度受伤，会可能会害到团队，就是会心情会比较是这些顾虑啦，对啊。谢谢小杰。就我们运动员一般就说，但对了，他抽的比较多。跟明星住的。不是你，你回答你的，你看我干嘛？因为琴姐，你说你从小就是在那里面团体。那我很香，我很香。算了，我跟你真的还是比较搭一点啦。璇姐很香啊，因为笑容又那么甜。她真的很会耶。可以啊，如果当然是有这个意愿，然后薪水够高的话。反正我的目标，如果真的当领队的话，就是想办法带那两位球队。钱姐，我是真的有点害怕，但是如果真的是小小郭哥的话，我先看一下你前面表现的。